是可能现在是晚上八点钟，我现在就要出门去买一些日常用品，就是米啊、油啊，还有一些饼干之类的，我妈让我出去买。今天我们有一个新闻，就是说我们又新增了100多宗，现在我们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目前最多人确诊的一个国家。现在这个情况呢，就是非常人心惶惶。马来西亚首相就有说封国，所以现在大家处于一个状况，就是非常担心。有些人担心回不到家乡，有些人担心出不了 KL。反正我们现在先出门去买一些东西，就打算买多，可能接下来3-4天的粮食，就不用再出门再去买了。然后我们现在都开始，很多人就是 work from home 了，就不需要再去上班，就在家上班，所以应该存够粮食就待在家吧。晚上8:30已经来到了超市，然后我看到非常多人，大家都在扫货，然后可能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啊，鸡蛋啊、水啊、油啊、米啊。但是有一点非常好，就是我看到我们马来西亚超市补货的速度还是很快的，他们可以马上啊就把货补上，然后还没有出现像缺货的情况，还没有。3月18号锁国后的第一天，现在我们要出去打包食物吃，然后就出门一下，然后看看锁国后的吉隆坡到底是长什么样。因为现在都大家一直 order grab food， 都在家吃了。这里是 KL 最热闹的街，吉林大。听说餐馆都不可以在堂食，只可以打包，所以我们就唯有出去，然后买回家里面吃。是不是很熟悉？我知道有些画面可能看起来很像电影，空荡荡的 pavilion，
大门紧关的商店，到处都是戴着口罩的人。我是土生土长的 KL 人，这是我出生20多年来见过最少人的 KL， 那么真实，却又那么像电影。但是你和我都知道，这不是电影。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确诊人数最高的国家，封城前大家慌得不得了，有人连夜逃回家乡，有人冲去超市扫货。封城后的 KL 没有了那份慌，从我的视角看去，超市很安静，没有人潮，街道只剩下车，路人少之又少，餐馆只能打包不能堂食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国家正常运转，大家都在努力做对的事情，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变得更好。我想多做一件对的事，所以决定拍这支影片，让大家看看大家的努力。想特别谢谢还在谨守岗位的人，谢谢你们不畏病毒，让这个国家继续运转。还有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和警察，谢谢你们。我知道这时候出门拍这个影片会有可能被骂，但是身为一个影片创作者，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，让大家认真的看一看，安静下来之后的马来西亚，不是退步，而是变得更好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，接下来的14天待在家里，为马来西亚出一份力。